全家餐饮咖特级美食拢底家。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他们跟我说现在是全新的阵容，全新的配置，是因为我的帮助很大，关于主菜这方面，所以呢，就是制作单位特别重金礼聘我来当一个主菜小帮手，我主要来是来品尝你的美食的。回放他刚刚讲的，制作单位特别重金礼聘我来当一个主菜小帮手，主菜小帮手，主菜小帮手。今天特别请来了雅雅之外。还有第二个美女，还有第二个美女，对，来，我们这时候就欢迎凯西，欢迎，太棒吃了，看到你就会有好吃的，对啊，人家是真的知道我的厨艺，而且我们那天吃不用钱呢，我平常去都不花钱，好开心，那之后每一集都来好了，每一集都来吃免钱。今天的主题呢是黄金蛋炒饭，有香肠、肉丝还有排骨。就是要我一起玩一个游戏啊，游戏名称呢叫做一起来炒饭。但是呢，甩锅技巧我们可能就要问一下这位大师了，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。可以叫一下我们吗？现在叫我欧巴。爸，我叫不出来。欧巴，那是你爸。叫欧巴。欧巴。你爸。欧贝吉欧。听说很会炒饭的话，就代表你的厨艺会很好。我是很会炒真的饭的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我是都很 OK 了。知道啦。对，开始。哇哇哇！哎，那个牙，你的双下巴都有力啊！用力啊！你在哪里？没有啊，我刚刚不是啊，他有跳哎，他活泼哎，真的，你也活泼哎。你们谁有在家里炒过饭？我。那炒饭第一个它重要的米的话嘞，选择好吃的米，金黄色的。金黄火候的部分呢？中火。对啊。后面要大火。好辣。好，我们放下剩下的。我蛮厉害的哎，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比米有几颗？哦，对对。有手放得很平。来，凯西是85下，蛮多的。雅雅的是123下，耶！但是不要说来宾来没有提要的，我们加50，我们加40，加42，你是为了平手，也赢啊！希望前面算出那一段可以帮我解。那第二阶段就要加上其他的部位，对，就是计步器要放在循序渐进的头部。没有，头部跟手腕都一样。一样也是一分钟内累积最多下的人可以品尝肉丝黄金蛋炒饭。哎，我试试看，真的有这么难？很难呢，因为它很硬，不是因为它的这个甩的跟这个好像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怎么那么轻啊？考我。是炒饭是什么时候？我们加一个游戏规则，你们等一下如果在甩的过程啊，非常的。美感非常够，或者是非常有创意的话，我个人有权利加十分。可是你的标准是什么？我可以大概知道一下啊。我标准其实就跟我个人一样，我外表第一，你看我的颜值就知道。不行，太多了啦，太多了啦。那我们两个就尽量表现他的风格的那个好甩头。好，预备备，这很难哎，头好晕哦。我要怎么赢？我是摇滚乐手，唱你知道摇滚乐手，超难的，好烫，我在哪里？我头好晕。哎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天气人
在家这样子，好热哦！我要贫血了。你好像小杂货，你手名下。等一下，我怎么累？反正投蛮多的。投115。啊，我重心放在头了。你手名下。不要这样哎。谁啊的？119。放屁呀！你投五下。投五下。所以我刚刚摇成那样。刚刚怎么跳的？又看不到你。所以这样子啊，差不多。那我们来者是客，我帮凯西加10分。耶！还有一个挑战，要不要一起？一起来。不要啦，我心血管等下塞住了。第三回合还要再多讲一下，塞住哎，再加一个腰。那我们第三阶段，我们等一下品尝的就是排骨黄金。排骨，这太难了吧！哎，不错，你这种没有掉你，这种不错，很花哦，掉。我时间过了吗？哦，因为快乐的时间会过快一点，表示你们现在没有很快乐，外面很快乐，看到我们笑快。对啊。哎。对。一。好，停。现在来宾的。好。小心你的手。哦，进步了。终于诀窍了。我历史新高了，你今天最高了。79。79。我们先来吃第一道香肠黄金蛋饺。那我来吃喽。那你先来吃。好香哦。很香。它除了蛋是用红人蛋之外，它的红人蛋是用猪油去炒。哇哦。它的蛋量增加250%，因为你的米饭就会包覆满满的蛋浆。而且它的饭很 Q 哎，粒粒分明。因为它是台南11号米。哦。因为它的米粒比较完整。嗯嗯。所以它的口感。跟香气都比较够，哇，它那面好香，很香，肉丝蛋炒饭，黄金蛋炒饭。好，这个慢点，我先介绍一下。嘿，它肉丝是经过 clean label， 那是什么东西？ clean label， 对，我就是要问你的问这个问题。哎，我之前唱过全家 clean label 的主题曲，哼一下吧。clean label。自然更美好，请上网搜寻全家 clean label 主题曲，本人唱的也太巧了。我刚好今天吃这道。什么是 clean label？clean label 就是所谓的八大不加，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色素、防腐剂、香料、香料，还有保色剂啊、漂白剂啊，所以它对身体非常多没有负担，没有负担。哎，这样好 Q 哦，是不是？而且你知道炒饭最 care 就是有没有粒粒分明。我一开始以为他们是一样的。对，我以为他们上面只是上面的配菜不一样。嗯，没有，味道不一样。嗯，你要配它的肉丝之后，它会慢慢咬，它的肉丝那个酱香味会慢慢出来。对，所以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。你那里面还加了一点点的香肠，所以它带了一点点的香肠甜甜的味道在里面。这两个相比的话，它的慢饭的主体，我觉得它会比较重口味一点点。可是这个的话，它的酱油清香度很够。这就是小品，炒饭界的小品。平常想要吃不一样口味的，都可以去全家买。对，我以为两个会一样。而且它的肉完全不柴哎。对。它的肉感觉还有拌的，有拌炒过一些酱料的感觉，所以它配这个饭加起来味道我觉得刚好。因为它用了两次烹调的方式，所以它软嫩度比较高。好吃哦，排骨黄金蛋炒饭。对。我超喜欢排骨的。哦，好吃哎，它不会干干的。如果你粉是用比较厚的粉的话，你经过不管是微波二次加热，它会糊糊的，但它不是，它是薄薄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它用低温的油炸方式去，其实在蛋白质上面你是不太适合用高温去做的。嗯，如果你用低温的话，它的肉质是比较软化。重点是什么？带骨的，因为它骨跟肉之间会有一个筋，所以你咬的时候会很香。你除了吃炒饭之外，其实我们也可以，比如说来一个前汤，香菇鸡炖汤，再来饭后一定要有水果。嗯，完美。它是一个 set。指定餐点是省5块钱，很适合学生啊，还有上班族。这个汤有我妈煮的味道哎，妈妈妈的味道。我说有我妈妈煮的味道。
你呀、啊。我也想喝喝看是什么。妈妈是北港来的。它那个香菇的香气超级浓郁的，它的汤头是甜的，对，不是一般的死咸的汤，点都下去。不是，我跟你道歉，我把你带坏，所以我个人加码。上路，上路跑道。你这样很像德州电锯什么的，对啊，看起来。好，我们加点松露。那要加在炒饭里吗？随便啊。哦，那加在水锅里边呢、啊？你要加都可以。那我们松露刨的方式就是你喊停，我们再停。好，好不好？好那就不要停，不要停。这能播吗？哦，哇，好大片哦！通常是大概怎么样量是比较适合的？哦，没有差别。真的吗？跟香肠一样，觉得好像可以再多一点点。哦，没问题。觉得差不多可以了。我跟你讲，松露配鸡汤也很好吃的，鸡汤都有泡一点。有呀。哎呦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开始吃。耶、yeah。 那我们希望下次呢，我们还是一样会介绍全家的一些商品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们有期待的话，请锁定下一期。拜拜。金盾炒饭。我在煎米回去煮饭呢、啊，这不能浪费食物啊！每一粒米呢，都是农夫辛苦培育的，每一粒米呢，都要好好的把握。有点难剪，会卡到指甲里面。继续加油！你们要吃吗？如果我煮好的话。